记唔记得伊势神宫喺名古屋？喺个宫殿外面隔篱有一条古典街，嗰档有几档卖茶叶嘅，我成日经过都闻到好香嘅绿茶味。日本人就好中意饮呢只竹叶茶，佢冇经过发酵嘅。今次我依688真系揾到好嘢，平靓正。今次买咗一大堆，好多都系食材，整咗个小苏打。我讲唔到咁多啊，我要分几集讲。呢间安国市聚鹏花茶行，我买咗洛神花、竹叶茶、东江金桔，仲有山楂同次五加茶五样嘢，我全部 check 过，我非常之满意。大大包呢、这个次五加茶，呢度系一斤30元，跟住呢个一斤我用嚟煲酸梅汤啊，呢、这个就系洛神花，好靓，好干好红，好新鲜，只系16元啫呢度一斤。跟住我讲就系呢个竹叶茶啦，日本人好中意饮啊，我隔开个胶袋已经闻到嗰啲香味啦，就好似去咗伊势神宫嗰个古典街里面啲味道一模一样。呢档系买。暫時買兩檔裏面是最好的一檔，這個東江金桔我打算用來煲酸梅湯，還未試，下次試了告訴大家聽。我用加多幾種材料來煲，那些山楂又是很新鮮，只是16元一斤而已。竹葉茶真的很大包，我以為它給了1kg，誰知我一稱，咦，都是500多g，有多沒少，還有真的很新鮮很香，未拆開個袋已經很香聞到。好，不要趕著，立刻拆開先。原来竹叶茶可以清火利尿同埋治疗内火引起嘅口舌生疮、尿少而赤、尿痛、热淋，呢啲都系 Google 上揾到。仲有可以提神抗疲劳，仲有竹叶里面嘅黄酮类啊，即系植物营养素，可以抵消，可以降低身体消耗糖原嘅速度，抗疲劳好明显。我饮完觉得好舒服啊，呢个茶，所以我第一时间就话俾大家听，呢包嘢只系22元咋。如果在日本买很多乜嘢都要1000英，但1000英佢个份量一定冇咁多，1000英只系要50元。我而家平过一半，仲要多佢3倍啊！佢原来仲可以杀菌解毒，抑制身体里面好多嘅菌种，例如大肠杆菌。哇！呢、这个真系好啱好多人饮喎、啊，仲可以降低血液里面嘅胆固醇同埋甘油三酯，夏天饮系非常之啱噶，听讲泡水饮系最好噶。佢唔適宜用嚟煲，再聽下 Google 講乜。百科：竹葉青茶內含藻金、糖及維生素 A、C， 有清熱消炎、利尿通便之功效。純野生植物，生長於山崖石縫中本草綱木青，味苦寒，無毒。其作用有治療關格豬龍結、小便不通、出刺血腫、明目去翳、破胎墮子、下閉血、養腎氣、逐膀胱邪液止霍亂、長毛髮。听闻讲孕妇系唔饮得，哇，可以养肾气同埋长头发、哦，呢啲就有揾到竹叶茶嘅资料。呢度系中国嘅北方，嗰度好多竹叶茶，真系唔使钱嘅。日本亦都好多呢啲竹叶树，呢个系日本人的最爱。跟住呢个次五加茶都好得，有次五加味香味，完全冇苦味，我个仔都好中意饮。农业全球资讯网，次五加有镇静作用，可用治失眠。有止咳驱痰平喘作用，可治白血球减少症，还可复治癌症。而在老年病方面，可扩张血管，增加冠脉流量，用于心绞痛及高脂血症、脑血栓，对高血压、低血压均有疗效。次五加还可增强体力，改善脑力。次五加在阴虚火旺者慎服。感觉就系呢两种茶，竹叶茶同埋次五加茶，饮完个人都好舒服。次五加一大袋都是30元，而竹葉茶都是20多元。如果在1688买，真是一身受用啊！买到最好的材料，人家就是这些厂就不会放在淘宝上的。去得大陆玩，一定有大陆支付宝，只要有大陆银行就可以开到，百度一下就可以下载，下载这个1688。而麻烦的就真是冇完啦，永远悭不到钱，买不到咁高质的嘢，淘宝淘特根本就买不到。但是淘宝现在升了级，因为它跟淘特现在捞在一起，所以淘宝卖有些食品都是很好，但是跟1688比还有一段距离。集运可以用鉴行国际，我介绍大家是完全没有着数的。我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加入1688，大家都可以一起省钱。而我的 subscriber 越来越多，
钱就赚唔到啲乜噶啦。YouTube 里面每个月如果有几千蚊，我都偷笑。希望第日可以用嚟养老，因为我有好多话题，唔系净系识得去大陆度食嘢就惨咯。成日蒲喺个深圳度，因为而家已经做到饱和啦。YouTube 成日有啲傻仔喺度诋毁我，嗰啲唔好睇我个台啦。我介绍嗰啲嘢千祈唔好买，同埋我介绍嗰啲食店千祈唔好去，仲有千祈唔好睇我个台。有啲成日喺度扮专家，好似我讲水数有两集，大家睇过就知道里面资料非常详尽，相片证据，人哋喺度讲紧水数，佢就喺度讲啊，唔系咸蛋够碱性啦，食咸蛋都可以医病啦。佢话其实身体系自己好咗先会变碱性啊，人哋都唔系讲紧碱性，人哋讲紧个水数啊，真系九唔搭八，集集都有啲九唔搭八嘅出嚟嘅，真系顶佢唔顺。仲有一个九唔搭八喺度讲四海一家话好喎，根本呢条友都唔知识唔识食鱼生嘅。呢个就系 Google 嘅我嘅时间轴，就系呢十几年里面喺日本行过嘅地方。因为我系做导游嘅，成日带咗大陆客，完咗团就会留喺日本。有啲乜嘢好嘢未食过？四海一家嘅三文鱼好大机会系红鳟鱼同埋尼罗鱼嘅混合，因为机改三文鱼就系尼罗鱼嘅变种。食落去一定是不好的，腥的三文鱼是很大问题。那条白痴仔竟然说四海一家说好东西，真是害人害物。唔怪之佢做了十个月得过几千的 subscriber， 还一路没人看，一听他就知道是没了。但是很多人真是没了入办代表。这个时间轴只有其中一个 email account， 还有一个 account， 十几年在日本周围去。嗰条白痴仔，唔该有呢个履历先好出声啦，喺度讲四海一家嗰条三文鱼，人哋喺度讲紧金枪鱼头个鱼头肉啊，你食过未啊？